OK。让我来拯救韩哥，还有蛋哥的钓鱼生涯。怎么可能鱼会吃蜜蜂？真的想不明白。好像并不是那么好找啊。下雨天应该……哦，哇，哈哈，哈哈哈哈！你看过这么肥的蚯蚓吗？我要把你的兄弟姐妹都找出来。对不起了，韩哥，我去劈柴吗？劈柴去吧。好。今天没有下雨天，感觉劈的比较好。今天来点花式的，单手。剪掉，谢谢。是啊，你今天要在这边煮非常多，所以呢要劈多一点，把一年的量都劈下来。我觉得我现在战斗力很强啊。Cool。小菊，哟，教你一个任务。好，拔鹅毛，拔鹅毛。啊，韩哥，我不太敢。啊，我不太敢拔它。不敢拔鹅毛啊？对。为什么？害羞。是他背上的。他背上的是吗？对。我来看看。对。这样拔得干净吗？可以，把手套摘掉就行。行。我还是戴着手套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今天第一次见面就这么对待你，我也不是有意的。没事，我就帮你按摩吧。但说实话，你的皮肤挺好的，没长青春痘什么的，当做个皮肤管理好不好？姐姐有什么我要可以帮你的吗？啊，现在还不用，给这个茄子洗了吧。好。咱们有香菜吗？这有香菜吗？有，爸，你问问有吗？要有的话，就要点，就是摘点。但比较不好意思的是，我不吃香菜。哦，我也不吃香菜，就是放在上面好看。那我们不要了吧？那不要了。为什么？姐姐有什么我要可以帮你的吗？弟弟，我可能要麻烦你一下，找一个特别硬的地方，不停地打。OK。打完了，打到成蒜泥了，给我，成蒜泥了，给我。为什么？你拴谁？你在恨谁，小菊？小菊，你心里想的是谁？你告诉我，你心里想的是谁？没有了。哎，这是你的吗？那什么，蒜末。哦，还要打成泥，打成什么？打成泥，打到成蒜泥了，给我。我觉得还得再打一次。不是这么打的，这么打它怎么会成泥呢？来，我帮你了，给我。是，你放这儿，特别简单，一下就成泥了。放这儿。
啥不行？你倒不行。这种程度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太棒了，这挺好玩的哈。还不错，蛮舒服。弟弟，帮你削一下土豆呗。我有。一定要小心手。好。嗯。Don't say goodbye, forever my love. Don't say goodbye, we'll never know you are. And it's always